高雄鸡排节第二天，超过500人排队抢领鸡排。看这盛况有够可怕，500人排了两排，人龙整整200多公尺长。宅神朱雪恒鸡排祭品完第二天，紧贴苹果实地走访，躲人这间鸡排店，光是走完人龙就走了1分40秒，说是贪食蛇一点也不为过。下午2点半才开始发200张号码牌，早上11点多就已经有人来排，才发200块，剩下300个没拿到的都快要暴动了。我在发了，我在那等到我没有拿到，对呀，我拿到哦，我也气死了，排了2-3小时，终于领到鸡排。几点就来排队了？1点半，庆祝那个韩国瑜当市长。好不好吃呢？看满足的表情就知道。鸡排发放到4点才领完，没吃到的也别抱气。周六还有4处地方发送，领鸡排时别忘了通关密语，高雄会更好。接下来换奇麦暖哥请喝咖啡，还在找地方。假如看人数直播的话，记得要留视讯给我，请大家喝咖啡。那这个当然不是请大家吃鸡排了。地方中心高雄报道。